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今天的披萨算是我们早餐中最简单的一餐了，因为我们要留着肚子去面包店。没错，今天主题就是带大家去看看疫情下加拿大的面包店什么样的。要是没有疫情，多好多烂的天，他们在加拿大。停了一个奔驰敞篷车，看来这蒙特利尔人人都挺富有啊。现在在面包店要排非常长的队，还是有人戴口罩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戴口罩。你看，还有两个人在那聊天，都没有戴口罩。通常可以从这个门进去，但是他们设立一个窗口，你可以直接从这儿取餐，非常方便。他们还可以做预定，然后预定好之后早晨过来取货，也很方便。排了非常长的队。他们的厨房，他们会在那里做面包，前台会来收钱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买完了，相信大家都看到了，现在面包店还是非常人挤人，人山人海的。希望疫情早点过去，我很怀念没有口罩去面包店买面包的生活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